南瓜除了炒着吃，今天教你们一个更加美味的做法。先把它切成火柴梗丝，再加点花生碎，加白糖，加一勺玉米淀粉，把它搅拌均匀。锅中倒入宽油，提前把油温烧到70，再倒出来。锅留适当的底油，铺上南瓜丝，在其表面撒点冷水。洒水是为了让它遇热快速成型，不容易散开。提前预热好的油，顺着锅的边沿慢慢浇下去，六成油温，炸至南瓜烙飘起来，捞出控干油。主页每道菜都很详细，就是一本活菜谱。酥脆可口的南瓜烙做好了。抖音。